家晚安。Hello， 如也，如也来捧场了。Hello， 全子峰来了。Hello， 迷你题，迷你题晚安。Hello， 吃货米虫儿来捧场了。Hello， 阿庆，阿庆晚安，谢谢问号送船桨。Hello， 阿冠，阿冠晚安。Hello， QK， QK 晚安。Hello， 塔瓦哥，塔瓦哥晚安。晚安，爱红，爱红晚安，晚安，选羊，选羊晚安。谢谢 QK 分享直播间。Hello， 选羊，选羊，晚安，晚安，选羊。大家晚安。晚安，命小孩慕名而来。晚安，仙银桥来了。Hello， 小猪耳朵，小猪耳朵，晚安。晚安，南宫紧贴来应援了。晚安，阿庆，阿庆，晚安。大家晚安，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。美好的一天，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？过得如何 ？Hello， 南郭雪村来了。Hello， TEL 来应援了。Hello， 小猫熊，小猫熊晚安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字正腔圆，就是慢慢讲。现在是慢速度说话。Hello， 四帅新人店长，绝不错过你。晚安，小猫熊，小猫熊晚安。晚安，生气糖，生气糖晚安。晚安，陈东尼，陈东尼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怎么了？晚安，李天天，李天天晚安。晚安，莫里斯，莫里斯晚安。我都听熊妹讲话练习中文听力。哪有？你怎么可以用熊妹的讲话来练习中文听力？我跟你讲，就是熊妹的听力很弱欸，就是讲你放那个影片，然后只要没有看那个字幕的话，什么东西就像那个听歌一样，我也要看字幕，不然我都听不懂他在念什么东西，念什么东西。我现在要字正腔圆，因为呢，因为字正腔圆大家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现在慢速度讲话，这样才会感觉到你气质优雅。这样有没有很俏皮？我只有这一支，我只会用右手而已，右手比较大声，这支我飙不出来。毕竟你是熊啊，哪有啊？熊的听力应该没有很差吧？我觉得啊，是听力问题还是中文问题？是听力问题，好不好？听力问题。现在来不及，还来得及啊！我告诉你。人啊，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没有再来不及的。哇，气质都来了。对啊，你看我今天是走运动风，运动风。Hello， 诗涵，诗涵晚安。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没有受到任何刺激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想说哈，因为我看那个就是其他人直播都很慢慢的讲话，都很轻声细语啊。所以小妹
也要模仿细声细语，这样大家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吗？我是不是讲话很小声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样讲话也是很累，好不好？这样轻声细语，然后要字正腔圆，大家懂不懂？这从小就要培养了，现在没有了啦。谁说的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在美虎的熊妹这种人，没有在美虎的，任何事情呢都难不倒我，只要有心，就一定可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讲话很小声哦。Hello， 志宏，志宏晚安。可是你的腔调都固定的啊，没办法啊，也不是我想要的啊，所以有下改变声音。改变声音，懂不懂？有穿运动裤吗？有啊，我有穿运动裤的，运动裤在这里，啊，看不到，在这里，黑色的。我长得太长了，因为这椅子，我怕我等下撞下去会痛。不懂，懂啦。我这个声音很小声，对不对？呵呵。Hello， 浩毅，浩毅，晚安，晚安，陈月笑来了。那你先救救你的歌声好吗？不行，我们要先训练我们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声线哦，声线的问题，声线的问题。话说雨林小时候超字正腔圆的，真的哦？我不知道呢，因为最近我听那个兄弟的那个线上课程，然后他们的英文老师啊，超字正腔圆的呢，然后连那个。讲英文都很字正腔圆，例如说 running， 他会说懂不懂？不是，他不是这样讲，反正他就很字正腔圆。话说你今天有点名吗？今天还没有点名呐、啊，等一下再点。现在过几哦，六分钟了，要点名了，还算了十分再点好了。十分呐、啊，十分再点名就好。Hello， 大香山，大香山，晚安。谢谢大香山送的船桨，我现在是不是很像那种喉咙不舒服的声音？喉咙不舒服，喉咙不舒服啊！个人的心情。谢谢大香山送的爱的玫瑰，还有船桨。你比较喜欢 TTP 哪个成员的声线？我喜欢那个。林雨熙、我喜欢林一，还有小迪的声音很甜。林雨熙呢，我也蛮喜欢的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刚才在直播啊前看了 UV 哦， UV 真的长得好可爱哦。我刚才就在滑那个 Bilibili 哦，发现了好多 UV 的东西哦，看了津津有味啊，大家。那我以后十分再来就好。不行，什么十分再来，太过分了，你是不是我的粉丝了？哈喽，T恤哥阿翔晚安。T恤哥阿翔晚安，谢谢大象山分享了直播间。林一声音有慵懒的感觉，慵懒的感觉是什么啊？我今天是自然好慵懒哦。Hello， 静静晚安，林一正好在播。对啊，我刚才有看到林一在直播呢。小熊放暑假了，好好，羡慕还嫉妒，还没有放暑假啦，现在还在线上教学。这个声音也是很累，算了。Hello， 大象酸，我要改变声音，改变。声音啊 ，Hello， 妹妹主播中午好哟，谢谢刘建古送的枫叶。林一声音我不太熟哎，现在找他去看看，不需要不急，你不需要熟，你只要去看回播就好了。你现在必须要留下。Hello， 阿龟晚安，你跟林一联播看看，可是我不会联播呢。我怕林一会吓一跳呢。Hello， 草莓酱，晚安，咪布晚安，现在放弃。
现在放弃暑假就开始了，没有在放弃了，小孩子才跟你放弃好不好啊？你是不是放张生血在电脑前面，然后人在床上睡觉？哎，怎么可能放生血？太假了吧！我应该去印的那个什么人形立板啊，直接放着就好了。放那个生血还穿那种很特殊的衣服，这样太假了。我跟你讲，老师说，正威你是长这样吗？正威，正威，这样子。Hello， 草莓讲，草莓讲晚安。你这个讲话方式只是变烧香吧？对，我也觉得有点烧香哎，我的声音比较沧桑啊，就是这种年代感啊，沧桑啊，沧桑。Hello， 江小鱼慕名而来。Hello， 季风亮，季风亮晚安。Hello， 晴天，你不就小孩？你才小孩，我大人好不好？真的是吼，本身的气质还是要用读书培养啊。我这种也有读书好不好，真的是齁，好励志，小孩子才放弃。对呀、啊、是不是很感动，感动到流泪哦，对不对？ Hello 晴天，谢谢晴天送玫瑰，你今天戴耳环。对，可是我之前就有戴，只是今天戴的比较大颗一点，以前戴的比较小，因为没有戴的话就会动没了，而且我的耳针也没有，就是都不见了，耳针都不见了，哈哈。你有在读？有啊。哎、欸，阿广，我跟你同岁，我不读，我帮你读吗？你有在读吗？你一定没有啊！像我那么优质好学生，哪里找啊？拜托。Hello， 本娃，本娃晚安。哦，谢谢本娃送66个爱心，谢谢本娃。我都有看到本王传的那个小盒子给熊妹，太感动了，好温馨。读书想骗谁？有啦，我有在读，好不好？我看我今天就读了日文 ，I will kaki kugeko， 陕西书美说，陕西猪腿多。我有念书，好不好？公园上还能带吗？不行，不行带。谢谢生气糖送的微手礼，谢谢生气糖。不知道。Hello， 无仙无仙晚安。你哪里优质了？除了身高优，其他都不优。哎、欸，注意一点啊！不想跟你吵架。我们现在是气质优雅的人，不会跟这种粉丝这样呛来呛去。我们现在是。优质好偶像，不会跟粉丝吵架，我们只能跟粉丝说，你不懂我，你不了解我，我除了身高以外，其他也没有多差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吼，谢谢坤坤坤坤晚安，还好啦，脸还算可爱啊。说到重点，自恋100分，还有超级可爱的部分呢、啊。哎呦，没有，我们要谦虚。没有这回事啦！哎呀，大家太看得起我了，看得起我了，我了。Hello， 嗡嗡的粉丝晚安，不是嗡嗡的粉丝晚安，对，嗡嗡的粉丝晚安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早上啊，跟着熊弟呢一起看了脱口秀。我告诉你哦，那个脱口秀超厉害的，讲话超级无敌幽默的。反正他就是看那个哦，我觉得那个脱口秀的人都很好笑哎、欸，就是讲讲哦，真的都有戳那个笑点，特别的幽默啊，特别的幽默啊，不是啊，你敢说还有人了解你吗？敢啊，我怎么不敢？你看生气堂、大象山啊、本丸啊、QK 啊、暗红啊，就你啊、塔瓦哥啊，就你没有啦，就你例外。啊，我们忘记点名了啦，哦，都怪你啊，阿冠，害我都忘记了，不知道我有那个失忆症吗？我很容易会忘记事情，你看 ，OK， 我们来点名，点到谁就举手，请传那个举手的图案，我来告诉大家，我也要传那个飞飞的，飞飞那个叫什么？会飞，
那个飞飞的在哪里？嗯，发言就是我说举手的话，大家点打这个贴图，举手举手贴图是哪里啊？我看一下哦，举手，等我找到，你们不能比我还早成。举手，举手是哪里？还是我可以直接打举手就？刹那间，哦，好多举手，男的举手。要打这个举手，哎呀，这个举手和那个举手都可以 ，OK OK 的。好好好，我要来点名了，点名来，暗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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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吗？暗红其实有来，可是他一定要举手哦，还能举脚，嘿嘿，挺幽默的。暗红暗红暗红不理我，暗红不乖。暗红要举手，暗红暗红，我是熊老师，大家听熊老师的话。暗红暗红呼叫暗红，暗红没去啊。暗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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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里啊？好吧，下一个，我用电脑看不举手了。那你要打右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要右，反正电脑就打右或者。打举手，那你要早点讲，我在呼喊老半天。啊，第十个阿翔，哎，有，刚才第十个阿翔来了，哦，好棒好棒，哎呦，别个拜别啊，本王也举手了，本王赞赞。塔瓦哥，塔瓦哥，塔瓦哥，塔瓦哥在哪里？塔瓦哥，塔瓦哥举手，塔瓦哥，塔瓦哥举手。塔瓦哥不举手，塔瓦哥，塔瓦哥哥哥哥哥，塔瓦哥 ，Hello， 塔瓦哥，没人理我，好吧，塔瓦哥，下一位，再来是去看例子，哎呀，再嗡嗡粉丝就幻影战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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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幻影战士。欢迎战士，是 ，Hello， 算了，下一位，好吧，再来是谁？选羊，选羊，晚安，选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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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变成新鲜柠檬，洗到早安喽！变成新鲜柠檬要举手，我们现在在点名，熊老师在点名学生，这里的学生都不理我。好吧，那我们来看生气堂，生气堂哦，生气堂刚有举手，没办没办，有自动有自动 ，QK 啊 QK 有 QK， 不错，再是谁？哦，大象山，大象山，大象山还在在，大象山，那我也不理，这里啊粉丝都很不配合呢，真的是哦，阿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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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走心了？阿冠呢？阿冠，阿冠冠，冠冠，你在哪里？再不出啊，大野狼要去抓你哦！阿冠，阿冠，你在哪里啊？都没有人要理我，熊老师真的是太没有自尊了，都没有人要理熊老师。哎，突然觉得熊老师眼眶在泛泪，哎，为什么熊老师昨天一直在泛泪？阿冠是没人理我，你看呐、啊，他现在才出来。熊老师当反了，要当老师好辛苦啊！没事，很棒很棒。大家总算有理老师啊！熊老师，熊老师点名成功。今天的学生以后要多多配合，不要我在阿冠阿冠阿西西哥。好累啊！好 ，OK。熊妹刚刚笑到双下巴都出来了，双下巴偶像没有双下巴这种东西，有没有这抬高？偶像没有双下巴。以前塔卡西不就说你傻熊有吗？有说过这句话吗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？这一定是你们讲的。是大陆还是美国的
脱口秀，是大陆的脱口秀，就是他们老师传给他们看的，然后我也跟着看，因为我觉得他讲话还挺幽默的啊，这样子。小西阿管走心，他会是走心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他走心，这种熊妹还要去安抚别人呢、欸，这种还要拍一个小天使去，小天使还去看零一，不行哦。在记得你好棒啊，恭喜你加入了，好威猛，好威猛，永远欢迎你啊！哎呀，神奇他，你真的是太棒了，熊老师感动到流泪了。熊老师呵呵、太感动了，跟我眼光都泛泪了。我最近看了那个 Mina 的那个18秒流泪，每天都在流泪、太好棒了、熊老师、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幼小心理受伤，你要负责耶，我要负责哦，我担当不起啊，你太高级了，担当不起啊，不要走心啊，小妹呼呼啊，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啊 ，Hello Tomo 晚安，这堪比德米连环扣哎，对呀、啊，这样学生才会理我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还说要有气质，怎么叫嗡嗡话？哎，对啊，要有气质，气质，你是气质小老师。现在下来变成新鲜萌兽的船桨，啊，你就欠薪水啊，配合个屁，就被欠薪水，真的是哦。本台也好威猛，现在还没有势均力敌啊，除非你。还没办法发薪水，你知道熊老师也是啊，这个口口没啊熊都不不啊呢，自习室关心主播，自习室关心，哎、欸、哪有啊，我在关心，我是用我的爱心来关心你们哟，关心你们哟，来了我来了，很棒很棒，阿怪谢谢。坏教学生眼睛也亮中，是兄弟在旁边吗？对，兄弟在旁边没有错。Hello， 大象山，大象山晚安，晚安十七堂，谢谢你加入我的粉丝团，我的心非常的感动。Hello， 晴天起天 ，Hello， 是说这边很多叫阿叉的饭诶，以后。是要叫你阿熊吗？我叫阿熊哦，哦，阿熊太不适合我们的气质，要叫我小熊妹，或者熊老师，或者叫薇姐，叫我姐姐。你不要有双层肉就好，我才不会有，我最近有瘦，有没有瘦了感觉？我每天打瘦了，瘦了。熊瘦，熊老师的演技好浮夸，熊老师的演技不浮夸啊，没有那么浮夸啊，跟我一样不小心按到就加的吗？没有按头，你一定不是不小心，你只是真诚的想加入我们的好威猛啊，对不对？赶快用眼药水帮忙一下，还是因为刚才点那个眼药水，在开播之前点药水，那个残余还在泪水。熊熊的泪水在这里，很珍贵哦。Hello， 代代晚安。按哪里取消了？没有再取消了，好不好？加入了就加入，不能后悔。Hello， 若日你笑笑晚安。我要是知道，还会留在这里惹人嫌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加入好威猛不好吗？Hello， 鸡尾包晚安，眼泪是珍珠，对啊，是高级的珍珠，我告诉你，很高级。Hello， 鸡尾包晚安，对啊，大家有没有去看我抖音？抖音，大家有没有去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呢？我的 ，we did， 成功了，耶，耶！大家还没有去的话。我们的经典名曲来了，
教学评鉴我一定要给负评，不行啊 ！QK 打没得死哟！熊妹试过几秒才能哭出来吗？哎，熊妹，我告诉你，熊妹没有测试过。我觉得这种哭哦，真的是也是挺难的。哎，十八秒真的是超快，真的，十八秒真的超快的。老师比我笨，把我小孩教笨怎么办？哪会啊？老师哪有比你笨？真的是哦，又要狗狗狗啊！狗狗狗狗狗狗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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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首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呢？对不对？老师那么笨，不适合教书吧？来逗我们笑一笑实在。哎，老师哪有那么笨，坏坏耶！谢谢，记得不要说了幸运市场事业潮。小妹唱低八度，小妹高音高不起来的哦。谢谢阿黄送的 love， 谢谢安送的枫叶，感谢红包。对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QK 男子送的红包。太感动，好久没有收到红包，你知道收到红包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吗？谢谢基友包送了一封信，谢谢本王送了一封信，谢谢迷你请上了掌声鼓鼓励。你有想到？对啊，我告诉我在一直滑那个拼图，很激动哎，真的是。熊老师什么时候要发红包？哎，发红包500个浪花，熊老师哦，熊老师现在只有10个浪花而已。抢拍度，对，有点抢，熊老师还会再努力的，真的。Hello Jack Jack 晚安，他的用户名本是空白，慕名而来。熊妹上次被同学气哭，花了几秒，马上瞬间流泪。我告诉你，熊妹的泪就是突然来的，就在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然后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哦天哪，竟然在同学前面流泪，真的是好丢脸啊！你看，都胀气了，脸红红。阿雄晚安，你梦中的婚礼变好？哎，变好了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最近哦，我就弹了我的乌克丽丽呢。我最近弹乌克丽丽，然后又弹了那个，弹了钢琴，因为我想要练那个热爱105度的。可是那个乌克丽丽哈，大家都说乌克丽丽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，可是我学了老半天，我一点觉得它没有很简单，而且那个手好痛哦。可是呢，我已经会爬音阶呢，我也会刷和弦，爬音阶刷和弦，这样子，喜欢上你了。你在唱《天国》，我叫你还我红包，哎、欸，拿不出来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们骂退款，我不是那个刷卡机，我也不是退款机，是在气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是很生气啊。他竟然命令我，谁不生气啊？而且竟然前面那个威严感，竟然还哭了哦！天哪、啊，直接弱人一等，弱人一等，有这个用词吗？弱人一等，我不管了。也太没尊严了，在同学面前哭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想想都觉得好丢脸。那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以前啊，小时候不是小时候，就是国小时候，没有那么会哭。就是遇到事情，我很生气的话，我不会哭，我会很生气，可是我不会哭。可是我觉得哈，越长大越爱哭哎、欸，我的那个玻璃心，越长大那个心就是痛啊，然后我的那个。这个心他就心碎，然后他就跟着流泪，所以越长大就越会流泪。你知道有一天就前几天吧，我在洗碗，然后我在想说，我以前那么凶，为什么现在遇到事情然后哭呢？我想说不行，我以后要变得更凶一点，要霸气一点，这样看到我太好欺负了，这样不行。气他说你眉毛短，我气他说你很矮，没有啦，我气他说，他叫我爬高去，不是，没有，因为熊妹是小老师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以前当很多各科小老师，我发现其实当小老师，就是老师虽然会给你几个什么嘉奖啊什么那种，可是通常当小老师也是挺累的，就是。要再发考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些人都会迟交作业，就会很哦，这个一个头两个大这样子。什么时候要表演？什么时候要表演？就等到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只要时机对了，就会表演。我们要有一个完美的演出。他现在还没有那么完美，他现在就是能听啊，但是没办法那么完美。
会和弦，那剩下就是歌词的问题。对，你说的非常的对，就是歌声的问题。所以你放弃钢琴去学乌克丽丽了？没有嘞，我没有放弃钢琴，因为钢琴不需要放弃，钢琴上去只要看谱就会弹。我现在我觉得乌克丽丽很难呢。熊老师的黑历史？哪有啊，这不是熊老师的黑历史，这是熊老师的经历。熊老师的经历就是，老师不是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经历吗？我现在分享我的经历给我的好威猛盟主各位，我的学弟们徒弟们徒弟们听。熊爵哥一直命令，爵哥不会命令我，爵哥不会命令我。你生气是不是都跺脚？不会，我生气不会跺脚，因为我觉得跺脚很幼稚。生气还跺脚干嘛？我生气我就会，我现在生气我就哭啦。可是我以前生气啊，真的是这种黑历史就没办法讲了。现在感觉都感性起来了。对啊，其实熊妹也是有另外一面的，只是大家不常发现，请大家多多发现我另外一面，有一种感性的一面，而不是搞笑的一面。你凶不起来啊？我凶得起来，我很凶，好不好？很凶，好凶啊，好凶。我还以为你洗完洗一洗哭了。不会啊，没有那么感伤啊，不会洗完洗一洗哭了。我刚刚突然哭的时候，我都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哭，我睡觉睡不着了，就会不经意的流泪了，这样子。发考卷就要哭，你也很玻璃耶。不是，这个经过太多，这个你们没办法感受到，这个不太能说，这种是黑历史，我怕我说会打败我这个形象。形象啊，感性的话结果被你用这个屁孩的口气。好，我现在来感性。就是呢，之前发考卷，然后呢我就想要坐着发，结果呢还被人家骂说为什么不站着发。我就说我就想要，不是，我说我一开始就想用坐着发，然后就传给其他发。后来那个人呢不知道是怎样，今天吃了炸弹，他就说，因为我后来想说，他就为什么说，他就说为什么不要坐着发。后来我想说我站起来，他说哎，你不是要坐着，我说那我站着，然后后来我就哭了。我对弄不过别人，不对，那时候不应该哭，然后哭的时候还一边流泪一边发稿件。哦天哪，好丢脸哦。重点是还好有好心的帮我发稿件，不然我真的是，你知道我一边写稿件一边哭耶。我就很孤单寂寞，坐在第一排趴着写考卷。哦，想想都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可是你之前生气有多啊？你有看我生气吗？我生气，为什么我们变徒弟啊？不知道哎，还是你们要叫什么徒弟啊？因为我突然想到徒弟这个词啊，对不对？熊弟熊哥有加入好威猛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加入好威猛，他们不会听我的指挥。怎么发考卷发到死考卷了？没有在思考，思考就到时候被老师骂好不好？晚上失眠在哭，怎么有点令人担心？没问题的，别骂。哎 ，QK， 你太过分，就是有你这种人，这个我的玻璃心哦，我受伤了。天哪，这样也能被气住也太扯！你早上就不讲出来啊，更生气。哎，很生气哎。那我有自己的想法啊，我又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我凭什么要听别人？太生气！你们不懂那个经过过程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。不然就是这种无聊的事情。才不是，这不是无聊的事情，这是一件很有趣，不是很有趣，这是一件黑历史啊！我早知道就不要讲出来，讲一讲又被你们这样子亏哦，整个玻璃心又受伤了，原本已经调伤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的心没办法那么好调，亏你汉超那么好，结果被人当细汉，细汉。
我真么感谢门被门亏成这样，哈喽失业小白兔，你下次说我手残不能坐着吧，呵呵呵，对，我也会，哼，不然你来发，哈喽阻止阿应援了，你们应该支持我，站在我这边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嘞？说那个哼哼哼，太幼稚，别人会以为是什么三岁小朋友，还哼哼哼哎、欸，我呜，真的要哭了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想哭的感觉，我现在没有想哭。你怎么不用身高压制他们？我是小老师，说了算了，因为我的身高就是身高啊，身高。身高没有威严，长得太幼稚了。你看我一脸就是好心人啊，我一脸就是那种善良小女孩，好心人，对不对？来个狗狗狗快乐一下，哎呦，提起哥想叫我看《天国野狼》哎呀，哎呦，太感动了。不过作者感觉真的不太好吧？对啊，也是的，不知道那时候突然在想什么。一脸笨蛋样，哪有吧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是有同学有跟我说，他说我第一眼看起来就是很聪明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哎、欸，有还有人看到说，他以为我之前，他就他那时候还有跟我说，就是说我长得很可怕，就是那个感觉不好相处。我说我长得很不好相处吗？他说不是因为脸不好相处。是因为我跟我的朋友，就是他觉得我好像很威武，所以很不好相处这样子。哎呀，说他会怕我，我竟然会被别人怕，我也觉得太感动。下次你可以说170公分以下的声音，我听不到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啊，再讲大声一点哦，这样子要那种很拽的表情。啊，什么听不懂啊？再讲一次 ，one more time， 这样子 ，one more time， 看起来很好欺负，实际上也真的被我们欺负，真的吗？阿冠，你的同学有长得跟我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要找那种这么和蔼可亲的同学哈，真的很少。冰山冰箱，冰箱冰箱有吗？你看你就很和蔼可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太可爱不敢跟你讲话？没有啦，没有这回事的啦。你同学一定是弄错，一般来说笨蛋都是很好相处的，哪有这回事啊？哪有谁说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好像是笨蛋一样？真是。TP 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应该是很中二的孩子，中二是怎样？我就是中，中二是怎样？这样会不会被打？会啊，被人说在干嘛？在哈喽对不对？我真的没一起理，你觉得熊会不会这样弄我？不会了，我对粉丝很和善呢。加油，男生在当兵前都有机会长好，真的、哦。那你加油，离心了，你现在还有成长空间呢、啊。还有啦，男生都可以长很久，不用紧张。哈，勇哥晚安，你就可以瞬间就突飞猛进，直接瞬间到180那样子，不用紧张。不会啦，我不会这样对别人，因为我知道，我觉得这样讲哦，别人会打你，然后别人哦，这个很拽哦，这样子，我被三个170的笨蛋以身高歧视，哪有他不会以身高歧视别人呢？学熊妹一样吃钙片，对，多吃钙片，多喝牛奶。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就喝了一杯热牛奶啊，真的是超舒服的，而且你喝牛奶会饱，而且还会长高，多喝牛奶，多吃钙片，有益身体健康。什么？冰啊冰啊！
好像说那种那种晚安，不要了，几天不要。嗯，要来唱歌，最近比较喜欢唱歌，我最近要练歌喉啊，对不对？这样以后我就可以弹奏着乌克丽丽，这样你哒哩哒哩哒哩。晚安 ，Nano Nano， 晚安。咦，熊妈，熊妈在旁，对，熊妈在旁边。早睡早起的当兵生活，真的让我长高一公分。嗯，但也是会长高 ，OK 啦 ，OK 啦。长高其实不难呐、啊，只要有多跳跳绳或者开合跳，嘿，就每天让自己长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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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应该是不会长高的，你是不会长高的。你不会长高，因为你可以试试看，是不是可以长个0.1公分？0.1公分，你要唱绿草啊？不要，我要唱那个勇往直前啊！哦，最近喜欢这首歌。哎、欸，大家有听那个吗？就是最近听那个 BNK 的这个，滴滴滴滴，那个怎么唱？我去先查一下 BNK 40。他们最近的那首新的原创曲超好听耶，好喜欢哦！爱之国，交错世界，现在立即下载，即刻入主，后打轻松享，国产全车系600000零利率。我要他听熊妈唱，千万不行，我怕大家会吓到。没有啊，我妈是。他还在训练唱歌，他的歌喉还需要带劲。你讲长高不难，特别有说服力耶。当然，我长那么高就是这样来的啊，当然很有说服力。不然我身高怎么来的？我把我这个方法秘诀告诉你们。踢啊踢啊踢啊，踢啊踢啊踢啊，踢啊踢啊，哎呀呀！哦，走开！上次熊妈感觉钢琴比你厉害，不会，没有，我比较厉害，真的。熊妹的功课都是熊妈写的，不会啊，熊妹的功课都是熊妹自己写的。我就很为你了，怎么是这首？因为这首很好听。熊妈 BNK48 有推谁吗？有，他推 Musi、Chop Brown， 还有没了，还有 Moby。很厉害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可是你长高却牺牲了脑子，太高的营养上不去上来，哪有啊？咦，那你推谁？我你说 B N K 的吗？我推那个什么啊？基尼，其实我 B N K 好那种。然后熊妈，哎，我还有推，我其实哦，我最近比较推 Yui 的，我最近比较关注 Yui 这样子。Music 就是可爱，可是因为我最近没有很常在关注 BNK， 我最近都关注我家 Yui 啊，哎呀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帅气风格。因为 Musi 很可爱，因为熊妈就很喜欢那个 Musi， 所以他就是哎呦 Musi 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、这样子。噔噔噔。噔。小弟有一千倍。Musi 爆炸可爱，对啊，他很可爱呀、啊，但
是我推我家居民，没有，我现在是推居，不是居民，我现在推我家的鱼，小丽鱿鱼前辈，啊，真是超可爱的。鱿鱼帅气，不是鱿鱼，是居民，居民是蛮帅气的。我也想变笨一点，长高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快乐。哎呀，嗯，嘎得个脚操作，哎踢呀踢呀踢呀 ！Hello， 拜拜拜拜，晚安。通常笨蛋都会很感到快乐，所以笨蛋都会感到快乐。不是笨蛋也会觉得自己快乐，我刚好很快乐就是找你快乐的方法，例如说我吃东西，吃这种大餐美食，我就会觉得好快乐啊！哦，这个想想都觉得很棒。等等，我要插勇往直前，轻喉咙哦，不是，我唱歌。あなたの手は今日いくつのものに触れましたか？ビオレガードから出ました。全身ビオレガード。卸下信念，勇往直前，因为一旦离开你，就会察觉到满溢依不舍的泪。眺望远方，目光坚决，咬紧牙关不妥协，出发吧，我不顾一切。嘿，哦，甩起来！自从与你相遇，是不是你在一起？青春岁月的日记。写满了反抗叛逆，旅途中的秘密，最最重要的东西，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梦中如此相信，那快乐美好的多难忘，但却不会永远无止境的闪亮。在这过去滚吧，卸下信念，勇往直前，至少最后一眼。让我只想这双微笑说再见，即将踏进新的世界，和谁都有一些，可以记不住谁对谁，曾走过的蜿蜒，回首的瞬间，只剩风一样还轻轻地吹。某次坠入恋情，被他伤透的眼里，像孩子胡言乱语，加上秋千闹脾气，痛快骂个彻底，任性的大吼哭泣，你始终不离不弃，给我温柔的暖意。那挫折苦涩的多荒唐，但却不会永远无止境的滚烫，叫我更加倔强。许下心愿，勇往直前，这最后的道别，让我继续相信期盼明天，尽管没有你在身边，尽管我好久不见，一个人也能够面对，朝各自的终点各自去冒险，而天空依然连绵同一边。伤情，把回忆留记，就放手认识。许下心愿，勇往直前，至少最后一眼，让我心中只剩微笑说再见。即将踏进新世界，我虽然有。
船桨，谢谢范范送爱的玫瑰。不行，我知道你想干嘛，我不准你。我真的觉得你在家关太久，想发现。对啊，我在家也是挺久的。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要等这波疫情过后，等他放暑假，下那个暑假的时候就会好，这样就可以尽情的玩乐一把，耶！这样子。摔倒，对我自己自创，我要像那个鱼鳍这样下腰，这样子。他有一幕是有下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不记得的话可以回去看。谢谢爱猴说的 love， 谢谢娜娜送风耶，谢谢本文送好的风耶。小妈唱四把手，四把手，哎呦，什么小肚肚都是错觉，没有啊。肥肚肚有比肚肚粗吗？没有啦，明明叫没有，没有这种东西，什么小肚肚不没听过啊？这是什么新名词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国文没有那么好啊，没有学过这种东西。开玩笑，如果灿烂就一定是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说谎的人吼，眼睛都不敢看对方。你看我都看着你们，没有在说谎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听的歌。我们最近要练一下我们的歌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叫林姐不是有说你杜神探吗？林姐有说，你们是用说的？真的是。没有啦，那不是我啦，认错人了，那又不是我啦。嘘，不要谈这种话题，嘘，都要自毁形象，嘘，嘘，卡掉，卡掉。我想来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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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嘟嘟嘟嘟。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触动了心，感应了奇迹。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，你会知道我爱你。阿雄最近姿态没有了。翻起惊喜，故意的发生在宇宙中某一秒的巧合，人长的路上遇见温暖的缘分，也是一种普通简单的快乐。
档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大家不用紧张，我们再来 aga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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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ain。小妹的声音真的蛮低，对，我也觉得我声音很低，我是属于低音部的，哇哇哇哇，低音部，第一部人，第一部人，谢阿冠送的枫叶，谢迷你星送乐夫，哦，恭喜本丸中了十倍大奖，谢本丸送的玫瑰花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要来充电了，
Baby shark 嘟嘟嘟，我要来充电了。熊妹的手机没亮。Hello， 马子巨，马子巨慕名而来，欢迎新来的大家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yuweiakb48tp， 还有追踪我的直播间。你要干嘛？这个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手卡住了啦！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这也真的不够长。来充电了，手机充电中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充电有点晃，请大家见谅。嗯，啊，重启，重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家主播的那个手表障碍。主播手有障碍 ，OK， 啪布啪布啪布，好，大家可以多多按赞我的 IG， 我的 IG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新的美照，欢迎大家。你真的好适合绑辫子，好看，谢谢你 RTY， 谢谢马子俊送船桨，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 IG 哦，这些 IG 有几张美照哦，欢迎大家来追踪。这一位，这一位，欢迎大家可以追踪这个 yuweiakb48tp， 有点低，真的是。这个最新的，大家可以还没有看过，大家可以帮我按一下。厌世造型，最近走这种多元风格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样帅帅的？有没有帅帅的？你穿，我看我穿这样很有架势，对不对？有派哦，跟你讲，也是很沙哦。啊，还有大家，麻烦大家，啊，就多麻的。Hello， 大家可以帮我按一下这张，这张395差五个就400了。我很 care 整数，这张目前395个赞，大家这张赶快帮我按个5个赞就好，400个就好了，谢谢大家。395不是395，它差5个，赶快，期待大家可以让我破400，交给你们了。就我们一定要凑到整数，太幼了吧？哪会呀？我很幼吗？我看看我按了没？你没有按，你都没在关注我，把你取消95个，不行，你要给我400个，400个好不好？400不多，只要按5个就好，不多不多。39，你看39是一个不完美的数字，要400，我们要整数，请大家帮我按一下，谢谢大家。还有大家呢，来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5859，我们再差几个就可以破6000了。帮我算一下差，5859，这里没有计算机，6000减5859等于多少？差四几个嘛，对不对？哒哒哒，哦，哎，没有啊，还有141呢，被骗了。还有141，如果400了，我帮你退一下。不行，来，怎么可以退我？可是4很不吉利呢，没办法，帮你用5啊，5很吉利吧，对不对？大家是不是很吉利？可是39不好，帮你就四，是什么？就400啊，不管，我要400。如果不能退哦，我现在很缺人哦，不然还是有人可以多加一个5860，5860比较好听吧，5859，5859差一个很讨厌，真的是很难破整数呢。
我是一个完美追求者。在座人都按过吧，去某某那边帮你压票。哎呦谢谢，会不会对某某台不好意思。在座大家相信你们一定行，一定可以。反正就欢迎大家可以多多追踪我 IG， 还没有追踪过的都可以去追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我已经推销。我们最近走厌世，最近这个脸又很幼稚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凶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想笑。原来我有按到，什么叫原来你有按到？我知道你有偷偷关注，为我都略过。你不可以略过我，你可以略过别人，可以略不能略过我。我要像厌世照，你们很凶，要侧边一点，侧边一点。我这里的，你们最近要走多元风格，要尬死。眼神要杀一点，想象你在跳梦之中。观看眼睛的话有点凶，把脸 P 掉，戴口罩。你的电视眼不知道为啥很三八，看你想八头，哎，先八头啊！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又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尬死？就是有气势啊！当然要有尬死，尬死应该是气势吧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想到这个词，应该是啊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我英文不差，这样，口罩，要把那脸 P 掉，这样子，会很三八吗？不会啊，我的厌世又很三八，三八在，三八都是这样。哎呦，不要不要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这俩叫三八好不好？我在这个这么凶，叫三八，这俩狠瞪死你！你敢碰到我一根毛，咔哈哈！我现在要学少年学武功。好了，我们来放音乐，太安静，只要大家喜欢热闹一点，热闹。我现在要字正腔圆啊，去戴黑色口罩就很中二起来。要当就是中二哦，中二到底是什么样的词？中二是要怎么解释啊？中二是看起来很屁的意思吗？放点音乐。阿雄，你要当国际偶像的话，你这个英文能力要加强。喂。我的英文能力会努力的，只要有心一定可以。加油 ，fighting， fighting， 去查维基哦，对哦，但是你们就直接翻译给我，还要这样去查，我们需要那个配合，我们需要互动啊，来吧，你就复制贴上给这个就好，互相去查，就是中二的感觉。中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词，你不能这样讲，这样熊妹会不懂。广东话能力有没有加强？哦，哎呦，还在努力啦！你知道小妹很忙耶，小妹要写好多，小妹都快变天才了，哈哈。三十分钟随点几色，零食饮料就降点。这是 rap 行不行？连查资料都懒，难怪笨笨。哈，我自己查，不需要你帮忙。我们要跳，你不唱这首歌，我们要回味。好久没有跳这首歌了。
可是我不知道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跳过，我现在会看影片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我在云朵间。泛指一种自我认知心态，用以形容一个人经常自以为是地活在自己世界，做出自我满足特别言行，或不如自己一些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这跟我好像哦，要求了。不是的，又弄错词语，真的是。这跟我好像，忘光光，没有忘光光啊，没有忘光，没有到忘光光那种，也是有点记忆的。好像可是我有点。这是中二的意思吗？嗨嗨，激一下就自己擦，别麻烦了。哎，人家生气还好心哎，你干嘛去洗脑别人啊？哼，你不可以这样带动粉丝。我是盟主哎，结果你这个小病一直在那边乱带风向。我想出发，出发。你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吃饭，今天应该是吃水饺。水饺，我今天中午吃了牛肉面，来补补元气，这样才有精气。上发还要帮你唱啊，辛苦了，上班加油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现在也在上班了。互相的啦，互相配合嘛。你看，我这是在培养你搜寻使用能力。老师语气，老师，我熊老师，熊老师也要教学生啊，真的是哦，老师也会麻烦学生啊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老师就是比较不会讲话啊。老师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？你比我还忙嘿嘿。今天取消了五月六月生日，我就取消了。对呀，没关系，等这波疫情过后，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，大家要健健康康哦。最近还有什么好听的歌啊？我想一下，熊老师连中二都不知道啊，这考机一定拿平啊！哎，想到还总是优啦，优啦，优，优优优优优，免得平平平平平平平，小孩子才跟你拿平，真的是哦，你太小看熊美了吧？我这种人哈，只是请我的学生帮忙而已啊，没有这回事，好不好？没有这回事。最近还有什么好听？啊，我们来听《Only Today》。怎么了？阿乐，阿正，阿正好，阿正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抢红包！谢谢啊，这次的红包我要抢到，这里！啊，可恶，太慢了！上中俊，哦，27个，哇呼！谢谢啊，这次的红包，谢谢，我中了27个烂瓜，哦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一家女朋友们啊！原来啊，这是一家女朋友啊，受得死呢！今天知道了，谢谢红包，谢谢27个。那我现在刚才10个哦，我现在有37个烂货，谢谢大家，我今天收获满满，真是感动到流泪了。谢谢樱桃猫上的掌声，咕哩咕哩。并不是，哎，他的成绩和我们没关系的。我帮你开个记者会要不要？我阿正，你是你家女朋友，谢大家。你们看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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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点。
丢脸。谢谢咯，谢谢，看对你多好啊！我是那个记者。你不用任何语言，静静的陪伴在身边。谢谢 QQ 手的枫叶。有空啊，这么丢脸的事情干什么？我今天在洗，好累哦！我在刷刷哔哔，出镜出镜。你看，我们杰哥在这里耶，杰哥娶我。我要叫杰哥娶我，但你们都没办法娶，因为杰哥不会理我。他说：“走开，走开。”哎呦，是我们杰哥呢，金穗金穗。哎呦，预兆，看预兆出来，看预兆说杰哥娶我，他就出来了。原来小妹二阶化小，啊，我要用飘飘的，我要用飘飘说杰哥娶我，你要截图起来哦，大家截图起，截图起来，不对，截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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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啊、哦，好难哦！我都快变不是台湾人呵呵，截图起来，截图。我们要打绝歌娶我，绝歌娶我，要用个这个，要飘咯，截图截图，小妹要自己截图传给绝歌，截到了吗？哦，截到了，刚好在我的正头上，截图起来，截图截图。杰哥娶我，截图。是说你都知道自己声音很低，要不要唱看看男生的歌？男生的歌嘛，我看我怕有些男生的歌。可是我之前用那个唱男生版《欧若歪》，你们跟我说难听，五音不全啊，五音不全。唱童话，童话可以了。你变变成童话里。就只这样了，不能唱太多。绝哥不是你妈妈，绝哥不是我妈，我们现在是绝哥娶我，绝哥娶小妹，绝哥不要娶她，绝哥会娶熊妹啊，你们绝哥才不要娶你，等下阿冠就玻璃心了。Hello， 一嘎一嘎，晚安，可以唱台语的、啊，都超厉害哦。台哟、哦，唱对对对丢 A D A 对 A D A， 硬起来。因为那首对你还是太高了吧？应该也是这样子。我没听过，我听完一定努力称赞你，真的。称赞我什么？称赞我童话吗？称赞我童话？你愿变成？大家图截起来，嘿嘿，大家截图起来，我要再打绝哥娶熊妹，等下绝哥就会来骂我了。绝哥娶熊妹，大家都拿不到。绝哥哦，绝哥，绝哥，绝哥娶娶娶是哪个娶哦？娶娶熊妹，熊妹卡哇伊，我要打个卡哇伊，绝哥娶熊妹卡哇伊。我要自己截图，耶耶！企鹅，企鹅，现在是在播《奔跑的奔跑吧，企鹅》，自己飘自己截，笑死！对不对？我们人自导自演啊！不要花痴，没有在花痴的呀、啊，我在那个追偶像呢，小妹卡哇伊。咦 ，no 咦，是咦，你要唱台语，我一定叫你唱欢喜就好。欢喜就好是什么？今晚他有直播，我会帮你跟他说的。谢谢你，小白兔，就刚下你耶。我台语很弱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台语我没办法，马上就变成那个中文，然后马上变成台语，
因为有些音有些字我不会念。我们哦，我忘记了，今天我要字正腔圆呢，字正腔圆要这样讲，我们要字正腔圆，这样大家才听得懂我讲什么东西，这样以后就不需要字幕组了。准好心他的资格 ，FF 应该也会听到。哦，真的哦，没关系，大家可以帮我宣传，这样杰哥就一起小屁了。我们要来唱，我们来唱那个，唱什么？我们来唱什么？童话，你愿变成童话你，是不是很棒？干脆朗读算哦，朗读啊！大家好，我要来个朗读纸啊！从前，从前。有个小女孩名叫郑雨薇，她今年呢17岁，是个想一下那个词，哎哦，这个自己讲，是个臭不是，是个傻白甜，是个傻白甜。是个搞笑人，搞笑人，搞笑人，搞笑人。不要拆开那对夫妻好吗？那对夫妻是谁？你说结发 CP 吧，我要故意插进去吧。要先说啊，等一下，要先说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哦，对对，再一次。各位同学不是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年二班的郑雨薇熊妹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朗读我自己的故事。从前，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名叫郑雨薇，是个活蹦乱跳的小孩。嘟嘟嘟嘟。我去找一个朗读词语好了啦。我们现在来唱歌，等一下再朗读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各位观众们准备好了吗？真的害羞要唱歌。哎呦啊，进口了。现在是一个寂静的台，只要等一下啊，前面我们应该只在放歌词本才对，我们不应该放 MV。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到你对我说说最爱的故事。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。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
在我以后，我的天空，尴尬，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。我们放错，不好意思，版本太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大家，你们再变一下，嘿嘿，嗯，不行呢，好吧，看来唱不好，不是 key 的问题，好吧，好的，我要来演讲了呐，哼，我现在熬着做爱的小熊，我要演讲不唱歌了，我要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。我要各位老师朗读比赛冠军就是你，对，朗读比赛，这点真的三包。我跟你说，三包就是嗯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这样子，这叫三包。哎呀，不要嘛！谢谢玉超手的掌声，咕哩咕哩。我要来朗读了，我们需要朗读的那个本子。三包，我告诉你，三包是怎样？三包这样，嗯，不要呢。谢谢玉超兄眼睛也让中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都要做不擅长的事啊？对呀、啊，好问题耶，我们应该勇敢做自己呀、啊！啊，没办法，我们总是要多学一点才艺嘛，对不对？唱歌、跳舞、钢琴、乌克丽丽都来一遍，这样子。没办法，人就是要这样子才会成长。有没有觉得我很励志？我是个励志型偶像啊！大家跟随我吧。每一次都在徘徊中，但中坚强。每一次就算很受伤，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，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。我知道，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亮亮。我终于翱翔，用心bye。
《隐形的翅膀》，谢谢迷你琴送掌声咕哩咕哩，谢谢欢迎新来，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还有追踪我的直播间哦，还可以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稀松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啊，十八般武艺，样样都行，通通一点点精。大胸膛，所以是熊妹加入大胸膛，所以这是诗雅的著名歌曲吗？唱的比佳宇好了，佳宇，谁是佳宇？全唱错也太厉害，哪有全唱错？这很难听吗？全唱错，哪里红的？不要瞎演讲，样样不同才对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现在演讲，我们要演讲，帮我查一个比较简单的稿词。稿词，演讲词，念个什么课文好了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样，我们等一下念完这个最后一样，我们就要下播了，就要下播了啊！你大概只有自由唱对吧？好吧，不好意思，熊妹的歌声没办法达到如果嗡嗡的境界，她是天籁，我是乌鸦，咕嘎咕嘎。我才不是乌鸦呢，这什么毕业感词五十字，哇，这个很适合我哎，哦，我来演讲啊，嗯，小妹要演讲喽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是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对 ，OK， 再次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毕业感言五十字，我是一年二班的郑雨薇熊妹。时光荏苒，转眼我们当初懵懂的小孩成长为现在的知识少年，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，离不开同学们的团结友爱，如今我即将，请允许我说一声再见吧，我亲爱的母校，也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。首先感谢老师们，在这几年的时间里，为了我们学习成绩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。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对你的教育做以回报。我们只能用将来更好的成绩再来感谢您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六年的时光，今天到了分别的时候。犹记得那时我们还那么的稚嫩，现在我们却要分离。亲爱的同学，祝你们一切都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一年二班的郑雨薇熊妹，谢谢大家。我到了，不行，我要再你不要这个毕业感，我在那边。哎呀，一年二班，你是唱下三度而已吧？唱的，谢谢你啊！我也觉得该下锅了，下锅了。对，我也等一下，一年级就毕业，对，我是一年级毕业致辞代表郑雨薇小妹。你明年才要毕业吧？好官方的说法啊！对呀、啊，我知道毕业感都是这样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高中居然读了六年，哎，也是啊，毕不了业嘛，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讲话是不是挺幽默的？我今天有看脱口秀，脱口秀那个人讲了什么？他讲了他的奶奶，他姥姥，他奶奶，他讲什么？他讲的，他说我奶奶挺欢笑的。他妈妈买了一个咖啡，然后呢，咖啡他看到了快要过期了，每天照三餐喝的咖啡，这样喝着喝着，他脸呢都快哭了，然后呢，都快哭了，然后他还跟他邻居说、啊、我女儿啊对我多好，还买了这些好喝的咖啡，他那时候他女儿听到啊，他说。不啊，我知道你很爱你的，
我就爱，我吃不管，我就爱你。他老他奶奶就说，不了不了，够多了够多了，这样子。因为他很喜欢跟周围邻居说，你看我女儿买这么多咖啡，我每天早上餐这样喝啊喝啊，这样子啊。反正呢，我现在就不记得那个东西了，挺困扰的。还不还讲一个好笑，反正那个真的是超好笑的，真的啊，没办法，不是真的太好笑了，故意的，当然不是，我是不小心的，好像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，算了，当作我自言自语吧。可是这个真的很好笑，等我到时候抄一段念给大家听，我就会了。没人理我，好吧，我现在在自言自语，算了。没办法，自言自语。没人要理我 ，Hello， 各位大家 ，Hello，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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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毕业感言，还是比较讲找那个演讲稿哈，都没有人要在耶，哪里搞的演讲稿？人家在在。尊哪、啊、学到的多文老师哪有啊，眼角港房家具哎、欸、有运动会演讲稿哎、欸、すごいです，请代表正规全都睡着，没想到熊妹居然对脱口秀有兴趣。当然，我觉得脱口秀挺幽默啦，很适合这一位啊，说不定以后听一听讲讲哦，跟一家一样，又幽默又笑话，是不是？让大家哄堂大笑啊，哄堂大笑。演讲比赛要即兴才好玩哦，即兴啊 ，freestyle， 跟那个跳 freestyle 这样子。Freestyle， 好险大家都在，我以为大家都跑光光了，这样熊妹会难过哎、欸。一定是我太蠢才立马，不是不是，不要这样自责，这样熊妹会难过哦。其实你还有好的一面啦，就是你有加入好威猛这样子而已，是不是？有 get 到吗？哈，我看你那种脱口秀就是要既幽默，然后大家要 get 到了点。然后就觉得哦，一针见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有题目就直接讲，对呀、啊，有题目就直接讲啊，这么凶的、哦，那我也要直接我讲。哦天哪，我很不会讲，我今天要讲啊，不行，我今天要下播了。各位，我今天要讲，我要下播了。熊妹学脱口秀，连腔调也学起来。当然，我们就是要全部都学学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既讲话要讲的挺幽默的啊。萌，好了，大家，我们今天要来念我们今天的排行榜啦。小妹要来念排行啦，排行排行，小妹要来念排行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从我们的第五名开始讲，第五名。第五名是我的迷你琴，谢谢迷你琴，谢谢迷你琴，大家来一起掌声鼓励鼓励吧，谢谢。第四名是我们的生气糖，谢谢生。第三名是我们的鸡尾包，鸡尾包，谢谢你，鸡尾包。感谢感谢，阿里嘎多阿里嘎多，谢谢鸡尾巴。第二名是我们的阿正，谢谢阿正，哟吼，谢谢阿正。第一名是我们的本丸，谢谢本丸，哈哈，本丸，谢谢本丸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熊妹的歌唱课。还有演讲稿课，还有没了，还有什么，还有 dancing 课，谢谢大家，
谢大家今天都来找熊老师玩，是不是觉得上熊老师的课收获满满呢？所以大家星期四还要来找熊老师哦，熊老师等你们来。如果要练脱口秀，要练习写段子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脱口秀，我怕我到时候想不出来。熊妹晚安，拜拜。下一堂是什么课？下一堂是下播课，我们要等星期四。星期四直播，我们想一下啊。星期四熊老师要做什么？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因为每次我都百思不解，我直播要干嘛？不是，大家还不能拜拜，大家先帮我想一下，星期四你们想有什么，想看什么样的直播？上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课。其实上很多，上了唱歌课，阿依维哦，不是阿依维哦，是啊啊啊，还有上灯形课，还有上了演讲稿课，大概是这三种课，大家都应该都有学到了吧？记得要交作业哦，拜拜。星期四可以跟绝法联播，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几点直播啊？五点哦，我也五点啊，大家一定要来看我啊！怕大家都跑去看绝歌了，大家都比较喜欢绝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看熊妹哦，熊妹也很重要，熊老师会上课哦。今年是我们出题给熊老师即兴演讲哦，行啊行啊，交给你的生气堂，我相信你的头脑。绝歌六点哦，绝歌六点，六点熊妹已经。差不多了，我可以跟他，大概跟他连播大概五分钟了。六点，熊刚好下播，该不会又在玩吃鸡？不会啦，哎、欸，我告诉你们，最近发现吃鸡有一个很好玩游戏，就是啊，他就是进去啊，他就要开始大战对方，就是敌方呢可以过来打你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互打，就是你一直狂打对方，在这，这样子，最近新玩的，挺有趣的啊。爸爸也六点，对，他们两个可以连播，我们好像不能三连播，我记得是不是？可以跟绝哥连播啊，没关系，我五点播，星期四五点啊。大家可以熊妹下播之后，大家可以去看绝哥 and 爸爸。谢谢大家，我要跟大家说拜拜哦，拜拜！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，我们星期四见，拜拜！拜拜！对，他说直播打恶灵古堡八了，你们可以试试啊。恶灵他是他有手机的吗？我看平常不是用那个电脑，不是电脑，用电视，然后用他那个。那个握把打，拜拜，好像看起来很恐怖哎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我也下班了，大家都下班了 ，happy time， 拜拜拜拜，嘟嘟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